全球网通设备大厂华为据传将会在伦敦举行旗舰机 P8 的发表会，这个对于供应链的营收有帮助，像是联发科、大力光、群创、鸿辉都渴望受惠，今年也积极跨入手机品牌市场，提振海外的营收。在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成长趋缓的情况之下，海外市场的销售占比现在稳定提高。